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这节课讲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中的第三愿，广修供养。这个供养啊，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说法。比如说，如果是对长辈，叫做供养；如果说对平辈或者是晚辈，叫做布施。而这个以前我们没太注意这个细节问题。这个布施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拔除根本烦恼。这个布施就是要达到这么一个目的。佛说，凡夫的烦恼无量无边，归纳为84000种。因为这个84000种啊太繁杂了，所以又把这84000种归纳为108类。这108类也太繁杂，继续归纳为26个烦恼。这26个烦恼呢，有6个根本烦恼，有20个随烦恼。这个名词也比较新鲜。这26个烦恼再继续归纳，就归纳为贪嗔痴三毒。如果把贪嗔痴三毒再继续归纳，最后就剩一个贪，因为贪心是最毒的，布施是治贪的。无论修什么宗派，修什么法门，如果贪嗔痴不断，你怎么也出不了6道轮回。有人说我不贪事法，我贪佛法好不好？不行，你贪佛法也不行，也出不了6道轮回。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遇到过这样的实例，有的人因为贪佛法去恶鬼道，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，我们有的同学可能知道。所以说供养的范围很广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这个诸佛呀都在供养之内。那这个未来诸佛是谁？我记得前一节课讲过，就是佛及众生，就是众生。现在一说到这个供养啊，有很多同修，我觉得好像是走进了一个误区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有的同修很有财富，手里有钱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用。也就是说，有的会用这个钱呢，能把这个财富发挥到最高效果，有的不会用这个财富，他的财富就发挥不到最高的效果。有的甚至是因为财富太多而造作了很多罪业。所以老法师说，是有钱是福，有用钱是智慧啊，这是两个层面。说有钱是福，用钱是智慧。现在我们有多少人会用钱？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要把他手里的财富怎么办呢？做普利人天的事情。什么是普利人天？就是使一切大众都得到真实的利益。像《无量寿经》里所说的，会以众生真实之力。什么是众生的真实之力？就是了生死，出轮回。如果你能把你手中的财富
这么运用，帮助众生了生死、出轮回，你这就是真正把财富发挥到最大效用了。从前呢，有一位大悲菩萨说，说如果你这一生能劝两个人修学净土，并且这两个人都往生极乐世界了，到你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两位必定来接你，说果报啊，真的不可思议。说如果你能劝百人千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是菩萨。所以告诉我们，一切供养中，法供养最，法布施又以弘扬无量寿经为最。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说这么两个内容，一个是放生与素食的问题啊，因为这涉及到布施嘛，涉及到供养，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遇到这两个问题。比如说素食，我们有同修见人的面就劝人吃素，你劝人戒杀放生这是好事，但是如果这个人还没有进佛门，或者刚刚进佛门，他对佛法还不甚了解，你就立马劝人家必须吃素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你会把人家吓住的，会把人让到佛门之外。吃素这个问题，等到他入了佛门以后，逐渐逐渐的机缘成熟的时候，他自然就吃素了。这个东西不是你动员就可以解决问题的。再一个，关于放生，很多同修多次提出，怎么样放生是如理如法的。我先说说，就我所接触到的放生，我们哈尔滨市的同修放生，往往是这样的，就是提前到花鸟鱼市场去预定。因为我大师兄没有往生之前，每年带着我们去放生，就是这种方法。头两三天到花鸟鱼市场找那个卖泥鳅鱼的、卖鸟的，跟他预定，我什么时间要多少多少鱼，要多少多少鸟，然后在预定的时间内，我们就去把这个鸟和鱼拿过来，到松花江去放生。我认为这种放生不是太合适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一，你去预定，就等于告诉他，让他去抓鸟，让他去弄鱼。哎，因为他为了赚钱嘛，这好不定来一个大主顾，所以他就尽量的去抓鸟，然后去弄鱼。所以这个放生是不是不是那么如理如法的？第二个，我认为不太如理如法在哪儿呢？就是有的卖鸟的人，他为了节省那个装鸟的笼子，就减少了这工具吧，节约这工具，不太大的一个小笼子里装了满满的那个小鸟，没有活动的余地，就是你踩着我，我踩着你。然后到了放生地呢，又要履行一个仪式啊，就是大家都知道有放生依规，这个放生依规从开始做到结束时间不短啊，真的具体时间到底有多长我没有计算过，但是我觉得时间蛮长的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笼子里的小鸟很多都被踩死了，闷死了，等你放生的时候就不少就是死的了。你说我们这个放生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？南方怎么放生我不太知道，反正我们北方这种放生的方式方法我真的不太赞同。什么样的放生最如理如法？
就是比如说你到市场去买东西，碰见了它活蹦乱跳的鱼，啊，你发慈悲心把它买过来，然后去放。我记得老法师曾经说过，说放生放生，能够活的那个你去放，这有实际意义。如果它已经奄奄一息了，你再把它买来再去放，它活不成，你这就不是放生。所以我们放生呢，尽可能的不要搞形式，佛法不是重实质不重形式吗？我们放生也要重实质不重形式。有时候放生啊，那个景象也叫人挺气的。为什么呢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小孙女过生日，我就跟她说：“我说和和，奶奶带你去放生好不好？”哎，他孩子小嘛，那时候也就4、5岁，非常高兴。然后我们就也是到花鸟鱼市场，拎一个小的那个小红桶，买了这一小桶泥鳅鱼。然后我拿了一个大桶，我俩就一个大桶，一个小桶，两桶泥鳅鱼，我们就到松花江边去放。按以往我们放生呢，都是租一个大船。然后把那么多鱼呀、鸟啊，都搁那个船上拉着，然后到船开到江心儿的时候，我们把这泥鳅鱼倒在江里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是防止别人捕捞。你弄到江心儿里去了，一放，它不好捕捞。因为我带着孩子小啊，我就在那个松花江边找了一个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地方。我说和和奶奶就在这儿放吧，那小孩儿当时是很开心的，我俩就在那把那个泥鳅鱼啊就放进去了，它是一个像个小窝窝似的，就放到那里了，然后看着鱼呢一条一条的往外游，这孩子非常开心。放生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有时候你遇到那个人吧，你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然后那个鱼啊，不是没有完全都跑掉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孙女就到那岸上来了。一回头，我孙女喊我：“奶奶呀，他们抓咱们的鱼！”我一看，有两个人划船过来了。他实际上这些小窝窝里呢，他是事先弄了一个网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啊。然后他看我们放鱼了，他恨不能判我们一时离开这个地方。我们离开了，他要把这网弄去呀、啊。结果我们两个刚上岸，他们俩就到了，就把这网整个就提了起来了。一提了，那鱼当然就在这网里了。这孩子就不干，完就哭了，说：“奶奶，他抓咱们鱼，得要回来。”后来我就跟那两个人商量，我说：“你看，孩子都哭了，你们就别把这鱼拿走了，放了好不好？”那俩人不好意思，然后就把这个鱼呢又倒回江里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放生啊，真的是应该考虑考虑它的实际效果。我们是不是在放生？放了以后它能不能生？这是一个例子。还有，我听有的佛友说，有人弄了好多蛇，其中有毒蛇，就到那个阿城，往阿城那边走，说就有山。他们就把这些蛇呢，就放到山里去了。后来我听说，人家那个农村呐，人家要上山呐，要种地呀，采山货呀，结果这些毒蛇可能就伤人了。你说这种放生，是真的放生吗？蛇是放生了，那人呢？人的安全没有保障。还有的放生就是养的那种狐狸。啊，不是野生的那种狐狸，是养的。养了以后到一定的大小了，我们的佛友倒是好心，啊，就不想让这个小狐狸被人家剥皮，啊，用那个皮又做围脖，又做衣服什么的，是发的慈悲心，然后就把这些小狐狸买过来，也到深山里去放。结果这些小狐狸因为是家养的，它没有到大自然当中生活过，
我听他们说，说当地把这小狐狸放了以后吧，他们非常恐惧，不知道往哪走，不知道往哪跑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大家想一想，你这种放生有什么实际意义？那小狐狸进了深山老林，那不被大地动物吃了，它也得饿死，因为它自己不知道觅食嘛。哎，所以像这样的放生，是不是就不是那么太如理如法的？我们有时候临时碰到的，你就因为人家慈悲心，你就把这个买下来了，然后你就把放它，这个是最如理如法的。这是关于放生和吃素，在这里插了这么两句。再说修供养，修供养啊，这个怎么个供养法？这个真值得我们仔细的探讨。在这么多年来，我听净空老法师讲经说法，两件事儿我没听说过。一，老法师从来没有劝人建道场，我没听到过一次。大家想一想，你们听师父讲法这么多年，听没听到过师父劝人你们要建道场？我是从来没听过。第二个，老法师从来没有劝人供养法师，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两件事，因为这两件事我是比较注意的，因为我不太明白，我想别弄错了。因为师父有这样的教诲，所以我就非常慎重在这方面。有的法师本来是宏愿很大，因为我们供养的方式方法不对，把四世供养变成了世世供养，所以坑害了好多法师。我们好像是在做好事，在供养法师，其实我们是在造作恶业，是害了法师。所以说这个供养一定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供养，你就是造作罪业。我说这一句话，不知道有多少同修能够接受。广修供养要有高度的智慧，没有智慧是花钱造业。那道场有的是修佛道、修菩萨道，这是正法道场；有的是修恶鬼道，是不是地狱道、畜生道，同样都是道，但是有正道。有多少人修的是正道？有多少道场是正法道场？所以一定要认识清楚，我们要把供养这个问题认识明确，怎么样供养是正确的，怎么样供养是不正确的。前一日子我遇见了一件事儿，我很感动啊，我也很钦佩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前些日子我遇见了两位法师啊，就是某一个机缘吧，我遇见了两位法师。当时有同学提醒我说见了法师要供养，我想那就供养吧，所以我就给两位法师准备了一点钱啊，因为我供养法师不会太多钱的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觉得是一份心意就可以了。在我身边的几位同修也都被两位法师准备了供养。但是当我把这个供养给法师的时候，两位法师是一分都没有收。有同修可能说了，刘老师你是不是太小抠了，你这个供养是真心的吗？我可以那样说，我供养是真心的。但是两位法师坚决没有收下我们几位同修的供养。等两位法师走了以后，我内心对两位法师充满了尊敬。不是因为他们没拿我的供养钱我就尊敬他们，而是他们的行动行为让我感动。那这个
人家拿了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是你居士主动供养的。当时我也挺不好意思，我就再三的跟法师说，我们是这个是大家的一点心意吧，请两位法师收下。两位法师说，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人钱的供养，就这一句话真的让我好感动，好感动。就这样的法师现在为数不是太多了。这一段呢，我是说的第三大愿广修供养，下面说第四个大愿忏悔业障。我在前面说这三条，礼经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这三条呢都是修福，让佛法重视修福。但是学佛不能没有福报，也不能不修慧，佛法是提倡福慧双修，就是既要修福又要修慧，我们平时很重视这个福慧双修。说老法师说呀，说福报大的人造业大，福报小的人造业小或者造业少。为什么呢？他福报大，能力也大，所以有时候呢就造业也比较多，比较广。福报小的人呢，他没有那么大的条件，可能造业相对来讲就小一些。说现在要想修慧怎么办？首先要把业障铲除。什么叫业障？我们得先弄明白。如果你不知道业障是什么，你怎么能谈铲除业障呢？这就好像平时我们说抓贼，抓贼你得知道哪个是贼，你才能把这个贼抓住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知道哪个是贼，你抓谁去？你要抓是不是就抓错了？这个业障就是这样，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业障，然后再说怎么样消除业障。什么叫业障呢？障碍自性德能显露的来源就是业。这个业是怎么来的？是造作来的。用白话解释就是做事，你做事就是在造作，你做的时候这个叫事，等你做完了叫业，合起来就叫事业。我们平时说事业成功，事业成功，那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，我们在这里说的呢，什么叫业障？这个正在造作的叫事，这个事儿做完了，后面那个结果就叫业。那什么是障呢？因为有业，所以就产生了障碍。这个业就是你自己的造作，你的起心动念。言语造作皆是业，所以是这个业把你本有的智慧给障碍住了，把你的德能障碍住了，把你的才艺障碍住了。本来这些个东西都是你自性里具足的，为什么显现不出来？是你的业障住了。我们要想真正的认识清楚什么是业障，就要把它找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消除掉。从哪儿做起？如果我们听明白了，从今天起不再造业了，业障才有消除的指望。从今天起不再造业了，业障才有消除的希望。但是能做到吗？我们做不到。我们现在天天喊消除业障，还在天天造业障，你说业障怎么能消除，怎么能铲除？
怎么办？怎么消除这个业障？断一切恶。下面我没说修一切善啊，我这么说的，说断一切恶，但也不能执着一切善，是善恶两面都要不着，就走中道。我既不着善，又不着恶，怎么办？修什么？修净业。恶是恶业，善是善业。恶造恶业，堕三恶道；做善业，上三善道。只有修净业，你才能够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情况一定大家要明了，就是你修的是净业，你的归宿一定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其他的世界是没有的，这是修净业。大家可能有同学有这样的困惑，说刘老师啊，那个恶业不可以造，这个我明白，那善如何可以不修呢？现在应该这样说吧，如果告诉大家说你善不用修，这不行。为啥呢？因为你没有保证你一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善还要修。我们说白了就是留一条后路，万一你今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修善了，你还有去三善道的机会。如果你这一生你没有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又没有修善，那将来你就是三恶道。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说，善还要修啊，但是你不要执着于善，你把这个要给它掰扯明白。什么是最好的消业障的方法？读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特别强调一句阿弥陀佛，把所有不能忏掉的业障都能忏掉。以前我多次说过这个问题，大家应该有深刻的印象。这个忏那个忏，谁哪个忏都超过不了一句阿弥陀佛忏除业障的作用大。这个有多少人能信？现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很多同修天天说我业障深重啊，我业障深重啊，他就不知道天天喊我业障深重的人，他的业障决定忏除不掉。因为一切法由心想生，他天天想他的业障深重，他就业障深重，那是他自己设的障碍，是不是？真正的想忏除业障，在我们中国来说叫做悔过。悔过最最重要要把握的是什么呢？不二过。我以前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，我们有一个同修犯了某一种严重的错误，最后弄了得了非常重的病，几乎是面临着死亡。我记着后来他遇到了善缘，学了佛，学了传统文化，然后他深刻的忏悔了，后来逐渐逐渐的病好了，身体也强壮起来了，这应该是不错的。可是后来就是这个同修又犯二过了，甚至是不只是犯二过，而是三过四过可能都犯了，又导致了他生命垂危。就这一次这个同修跟我说，刘老师救救我。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第一次
犯那么严重的错误，佛菩萨已经给了你改过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珍惜？不二过你自己都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，你现在不只是二过，而是三过四过都有了。我说是不是这样？他说是。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坦白的。后来我告诉他，我有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救你的命我不敢说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后来我告诉他，你应该怎么办，应该怎么办。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我没有听到这个同学的消息，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。就这个例子我听了以后吧，我就非常痛心。佛菩萨明明给了你悔过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珍惜？为什么又再犯二过？所以我说悔过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二过，这是真正的忏悔业障。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好事坏事，你做了坏事，你做了恶事，你应该怎么办？不要藏着掖着，不要怕别人知道，你要发怒忏悔。我们说就把它亮出来，晒晒太阳，让大家都知道你做了恶事，做了坏事，这样会有很多人谴责你，责备你。可能有很多人做不到这样，说那多丢人呢。但是恰恰是你能发怒忏悔，你把它亮出来，在大家的指责和谴责声中，你那个恶业就爆掉了。你相不相信这个？这是坏事。如果是你做了好事，做了善事，你不要让大家知道。平时老百姓有一句话不这样说吗？要积阴德。如果你做了好事，做了善事，你不让别人知道，你默默地在做，你就在积阴德。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法，就是做坏事主动把它暴露出去，做好事把它隐藏起来，这是最正确的做法。而我们现在同学们可能恰恰相反，做了什么坏事恶事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东躲西藏，这掖那藏的，这样你的恶业越积越多，最后那个恶报那个果是一定要现前的。有的这个恶报的恶果很可能来生来世现前，有的现在就是现世现报了。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今天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清楚了，就是坏事不让人知道，坏事要让人知道，好事要不让人知道，就是哪个该暴露哪个该隐藏。这个可能有的同学今天第一天听我老师这么说，这个我告诉你们的是正确的方法。如果你把恶事藏起来，真的以后你的麻烦就大了。在净宗修学净土念佛法门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是大忏悔法门，注意这个大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是大忏悔法门，但很少有人知道。这个忏悔这样分，这句佛号如果你念到是一心不乱，你就得到了念佛三昧，一切罪业种子不能现行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是忏。就是是忏，你得念佛三昧，你恶业的种子它不现前，就是没有那个缘。这个大家可能能听得懂，这是一个。如果你念阿弥陀佛佛号，念到了离心不乱，破一品无明，见一份真性，这叫什么？叫理忏。
啊，第一个是事忏，事情那个事，这个是礼，道理的礼，这是礼忏。这样就把无始劫以来的罪业种子都转成了无量的菩提种子，啊，罪业种子转成了菩提种子，唯识家所说的转识成智，这是真正的忏悔。念佛人的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，只要你肯真正的老实念佛，普贤十大愿望你条条具足，十大愿望都包括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当中，一切方式方法都忏不掉的业障，一句阿弥陀佛全忏掉了。注意那个全，那就是一点不剩。有的同修这么忏那么忏，不但忏不掉，而且越忏越多。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把所有的忏全都忏掉了，就这一句话，有多少人相信？这是第四大愿。第五愿，随喜功德。一切众生除了贪嗔痴贪嗔痴三毒以外，还有一个严重的烦恼是什么呢？嫉妒傲慢。这在我们生活当中见到的太多太多了。就这个嫉妒傲慢的这个烦恼，真的一点不次于贪嗔痴这三毒。这个傲慢嫉妒不但障碍世间法，就是在你菩提道上也是大障碍。它不单障碍你世间法，也障碍佛法。它不但让你的道业不能成就，对于你学佛那也是极大的障碍，你学佛很难有成就。你世间法障碍你，你事业无成，佛法障碍你，让你学佛没有成就。普贤菩萨这一愿随喜功德就是对治这一类的烦恼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普贤菩萨教导我们要随喜功德。怎么个随喜？见别人的好处如同自己的好处，见到别人有什么成就了，那就像自己的成就一样，绝对没有一丝毫的嫉妒心。是分三档随喜啊，三个层次的随喜。一是上品的随喜。上品的随喜是什么样呢？是尽心尽力帮助别人，成人之美啊。我再说一遍，上品的随喜是尽心尽力帮助别人，成人之美。第二种，中品的随喜。中品的随喜是不能尽到全部的力量，也能尽到少份的力量。这就和上品有区别了。第三种，下品的随喜是虽然自己没有力量，但能欢喜赞叹。你少份力量你也没有，怎么办呢？你能欢喜赞叹。啊，就是说你别看人家，你嫉妒人家，你眼馋啊，甚至讽刺打击人家，你要欢喜赞叹，这些个都属于随喜。我们同学想一想，你在随喜功德的时候你是属于哪一种？是不是发自内心的随喜，还是口头的随喜？如果我们随喜功德，那和他的功德是无二无别的。老法师不教我们吗？说傻人才不随喜功德呢。因为比如说张三某件事儿成就了，你随喜他的功德，你的成就和他的成就是一边大的。
你说你还没费吹灰之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聪明的人一定要会随喜功德。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，修行人的心量要大，大家都知道六祖慧能大师。六祖慧能大师初到南方，没有人认得他，因为一个公案，大家都知道。风动幡动的公案，让印宗法师发现了六祖慧能大师。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两个出家人在那争论，说是这个幡在动还是这个风在动。一个法师说是风在动，一个法师说是幡在动。这个时候正好慧能大师在边儿听到了，慧能大师说。不是风在动，不是幡在动，是仁者的心在动。就慧能大师的这几句话，印宗大师发现了，听到了，就发现了这个人才。咱们用老百姓话，发现了六祖大师这个人才。然后印宗大师为六祖慧能大师剃度了。就收为门下弟子。剃度完了以后，印宗大师反拜慧能大师为师，就老师变学生了，学生变老师了。这种度量，应该说古今少有。这个按一般人的心态，我发现你比我高明了，我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打压你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你超过我，这是一般人的心态。作为印宗法师，他不是这样的心态，他是发现人才、爱惜人才、培养人才。所以，六祖慧能大师一生度众的功德、度众生的功德，都是印宗法师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印宗法师是第一等的大智慧之人。下面想说说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这句话可能我们人人都会说，但是实际生活当中，却很多很多人做不到。就是天天见世间过，因为什么？我们要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呢？因为见他人过是你自己的过，好多古大德都说过这样的话。我们就是过了就忘了，用这条来衡量别人，不来衡量自己。这个两句话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真正的修行人是不可以不知道的，是不可以不落实的。所以，在菩提道上，我们怎么样摆正自己的位置？应该这样说，在菩提道上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是凡夫，是学生。除我之外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都是诸佛菩萨，都是我的老师，都要恭敬供养，这才能成就自己的戒定慧。如果你翻过来，说在菩提道上，只有我一个人是佛，是菩萨，其他的一切人事物。都是凡夫，你无论如何你都成就不了，因为你把它搞颠倒了。大家考虑考虑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同修，东家长西家短的，一天到晚看别人的过失，说别人的过失。我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，
你就这一条，你就修不成佛道，你就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。有很多同学可能听了我这话不服气，那算个啥呀，就说说别人的不是，我就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。真的就这一条，你就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我记得我多次说，有个同学问我，刘老师你看我该咋修，我说你先写个口，你就每天啊写中国这个中，我说你先写一个口，然后加一竖，这不就中国的中吗？我说那个口就代表你这嘴，那个中呢，那一竖就告诉你闭上你的小嘴啊，你把嘴闭上，你就不造业了。你要张嘴就念阿弥陀佛，所以这是一个也不是玩笑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真是举了这个例子，如果每天大家都多写几遍中国的中，提醒自己，我要把我这个嘴闭上，我不能让我这张嘴造业，造恶业也不好，造善业也不好，我必须要修净业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天天看别人的过，你说别人的过，你不是在修佛道，不是在修菩萨道，你在修什么？你在修地狱道，修恶鬼道，修畜生道。同样是修道，你为什么不修佛道和菩萨道？你偏偏要修三恶道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我把话说到这儿，同学们听了以后，你还敢再说别人的过吗？那如果你还敢再说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把道理讲给你听了。你如果认为自己我必须得说别人过，我不说别人过我活不了，那你就继续说，那最后你就去三恶道，这是没啥可说的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对于功德要随喜，要成人之美，不要成人之恶。这是第五个愿，第六个愿，请转法轮。法轮是一个标志，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佛门的标志有三个，第一个是法轮，第二个是莲花，第三个是万字。万字是佛的32相之一，表吉祥。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象征，因为什么？轮是动的，而心不动，这就是表动静不二，空有一如。所以这个轮呢，过去我们不太知道它表什么的，这个我告诉大家，它是因为轮是动的，那个心是静的，表动静不二，空有一如。莲花代表清净，平时我们不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吗？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家想想，莲花的根是扎在污泥里，然后它的茎通过水面，那个污泥上面不是水吗？这个水代表什么？污泥代表什么？污泥代表六道，污泥上面的水代表四圣法界。然后莲花是开在水的上面啊，它突破了水面以后，它是开在水面的上面的，就说莲花连佛法都不染。为什么说出污泥而不染？这个表什么？表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就是表示不但世间法，世间法超越了，佛法也超越了。这就是佛门的三个标志的含义。佛法是师道，师道从古至今没有例外的，都是只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道心必须从恭敬中求，如果你没有恭敬心，
你什么道理都学不通，啊，因为你没有诚信心。应该什么？离清法师大德讲经说法，把佛法介绍给社会大众，使人人都能接受到佛陀的教育。所以诚敬是学道的秘诀，没有诚敬心什么都学不到。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什么叫转法轮？转法轮就是讲经说法，必须要离清。可是现在一些没有接触佛法的人，或者是对于佛法不太真正明了的人，一般的不会清法。所以如果四众弟子对佛法稍有一点认识，应该带一切众生向诸佛菩萨善知识请法，请转法轮，这是无量的功德。如果是我们自己不会讲经，但是我能离清法师和善知识来讲经，这是一样的，仍然是功德无量。一切听众听法师讲经所得的功德利益，都是请法人成就的，所以请法人的功德真真实实是无量，这个请法非常重要。因为如果没有人请法，没有法师和善知识讲法，这个佛法就不能流通。比如说我们在经典里看到当机众，这个当机众呢，就是道场的影响众。这个当机众呢，他们有修有证，有的学问和道德超过讲法的法师，但是他们可以不必来听，但是他们是一定要来听，来这个道场做影响众。为什么？他们要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激发听众的信心，这就是影响众的作用。比如说当年台湾有个周邦道老居士，李炳南老师每逢讲经说法，周邦道老师必到，一堂课都不缺。就是李老师的学生讲法，周邦道老居士也到场，他也参加，而且还认真地记笔记。李炳南老师常常赞叹这位老居士。这是第六，请转法轮。下面说第七个，请佛住世。这一条非常重要，就是如果我们请佛给我们说法，毕竟利益的人数不会太多太多，有几个人能一次听经就开悟的，就正果的，那太难了。大部分人的根性是比较钝的，需要长期熏修，那怎么办？必须要请佛住世。现在一个法师住在一个地方长期弘法已经很不多见。如果我们有福报遇到一位有修有证的法师善知识高僧大德，我们愿意亲近他，一定要发心发愿把他留住，住在这个世间，住在这个道场，这样才能利益这一方的众生。当然这要看缘分，也就是要有机会。我们怎么办？要制造机会，把握机会，也这也是无量的功德。诸佛菩萨及一切真正的善知识住在这个世间只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教化众生。
如果我们都愿意接受他的教化，他当然就注释了。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他的教化，诸佛菩萨及善知识觉得没有注释的必要了，他们就走了。所以我们凭什么能把善知识留下来注释不让他走？绝对不是给他造什么好房子，买什么好东西。真正的善知识，明文利养不动心，粗茶淡饭不厌弃。记住这两句话，真正的善知识，明文利养不动心，粗茶淡饭不厌弃，只要有个小地方能够遮风挡雨就行了，就足够了。问题是有没有人真正愿意跟他学？如果有真正愿意跟他学的人，哪怕是两个三个，他都绝对不会走的。自古以来，高僧大德的真正的传人都不多。如果有一个真正的传人，这高僧大德他都不会走。他要像培养孩子一样，把他的传人培养成。可是真正的传人太难求了，真是可遇不可求，这个传人太难找了。这是请佛注释的必备的条件，我们必须认识清楚。总结一句话，怎么样请佛注释？四个字：依教奉行。用别的方法不能请佛注释。你比如说，净空老法师年轻的时候跟随李老师学习经教，当时李老师年龄已经很大了，他和他的同学们想一个办法，怎么样让李老师长久注释不让他走。他们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，让李老师讲华严经。他们想，这么大的部，这么大部头的经典，那李老师你讲去吧，你讲不完你是不会走的。事实证明，华严经没有讲完，李老师就走了。因此我刚才说，最好的请佛注释的方法就是依教奉行。第八个，常随佛学。这个什么叫常随？就是不间断。那有同学说了，现在佛也不在世，我们咋随呀？办法是什么？依据大乘经典修学，你就是常随佛学。啊，这个很明确，让佛不注释了，你依据佛的大乘经典修学，你就是常随佛学。常随佛学就是回向菩提，学佛要有一个好榜样。我们现在的好榜样就是阿弥陀佛。有人说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又不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怎么学阿弥陀佛？要知道，这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一生以这一部经修学，就是回向菩提，这里的佛就是阿弥陀佛。简单不简单？这是第八个。第九，恒顺众生。这一条这一愿是回向众生，孝顺一切众生，就是恒顺众生的真实意。这个可能我们第一次听这样解释，什么叫恒顺众生？就是孝顺一切众生，就是恒顺众生的真实意。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智慧，要有甚深的定力，于一切众生都要忍，在忍的里面成就我们的真实定慧。可以知道，恒顺是功，成就定慧是德，这一愿
非常重要。众生的机缘成熟了，我们要帮助他圆成佛道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就是帮助他圆成佛道。但必须是根熟众生啊，条件必须是根熟众生。同学们问，什么是根熟？根熟就是能信能愿，肯念佛，肯求生净土，这个人就是根熟众生。我再说一遍，什么是根熟？能信能愿，肯念佛，肯求生净土，这个人就是根熟众生。那么根没熟的众生怎么办？要帮助他根熟。怎么帮助呢？就是用这个法门劝导他，影响他，希望他能接受，要尽心尽力去做，这是第二个层次。那说没有善根的人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帮他？没有善根的人，你要帮助他种善根，用菩提心对待一切众生，这才是真正的恒顺众生。最后一个，第十，普皆回向，这是回向实际。实际是什么？是指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普遍十方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无穷无尽。回向是破执着，我们要把所有一切所修的福报功德都分配给大众分享，就是我不要留给我们自己，我们所修的一切福德也好，功德也好，都分配给大众共享，这叫回向。如果你不回向，所修的功德是有限的。如果你一回向，所修的功德福德都是无限的，无量无边的。你说这个回向和不回向有多大的区别？你不回向，你据为己有，我自己享受，你那个功德是非常有限的。你一回向给大众来享受，你那功德无量无边，是无限的。该不该回向？这就是唯心所变。佛与大菩萨的福德智慧都是圆满的，因其心量大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以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就讲到这儿。这个十愿是普贤菩萨修行的纲领，也是我们修行的纲领，因为我们也要修普贤行嘛，所以既是普贤菩萨修行的纲领，也是我们的修行纲领。现在我们把前面的这一段经文概括总结一下，是这样的，就这一段经文都告诉我们什么了。这一段经文是说与会的大众都以普贤菩萨为榜样，学习他的修行十大纲领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们遵普贤菩萨十大愿行，自然也具足普贤菩萨同样的大恒大愿，把心安住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上，也就能成就如来果地上一切究竟圆满的功德法。他们都能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的事理真相，成就佛果。他们具备上面所说的智慧与能力，所以都发愿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示现成佛，普度一切众生。我们这两节课讲的这一段经文，高度概括总结一下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。希望大家回去，如果以后听完讲课了，
有文字的东西下发了，大家可以再进一步复习复习，可能就更明白了。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